中区西区啊提名的唯一提名的张国威。张国威是一个非常有活力、非常能干的一位年轻人，希望借由他能够带动台中市的文创事业、文创产业。我们全力支持基民党唯一提名的张国威，拜托拜托，谢谢大家，张国威，拜托大家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